言承旭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往中国，日前他出席公开活动，吸引许多粉丝到场支持。受言承旭零修图的近照就在网上疯传，只见他身穿白色衬衫，而衬衫似乎有点透，加上现场灯光，让他的结实胸肌若隐若现。另外，他脸蛋毫无瑕疵，肌肤状态保持相当好，超逆龄的外表及好身材，完全看不出已经46岁，让网友们纷纷惊讶直呼求解，他到底吃了什么仙丹？怎么一点也没有变老，越来越帅，无滤镜的原图依然能展现他的魅力。也有人认为现在的言承旭比20年前的道明寺还帅，相当佩服啊。Bye.